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彼得彼得猪，今天要开箱 BOT24 沙妹海神，感谢方爸赞助播出，已经开卖咯。侧面有官方的挑战关卡跟解说，上面有鲨鱼的图腾，帅。内容物有这些零件，沙妹海神，它是属于连射型的，所以拳头是滚轮，手臂是鱼雷的造型，肩胛骨则是特别突出，所以它可以放两颗瓶盖，但是空间有点大，射第一颗的时候后面那颗瓶盖会被弹走。解决方法有三种，第一，手指头挡住洞口再射就可以了，第二，瓶盖反面装就可以顺利连射，第三，换成重量型瓶盖你就可以正面装。三种方法分享给你。海神的肩胛骨有没有办法扩充配件呢？水龙的背包可以放着欸，但是一拿就起来了，没有办法卡住，试看看可不可以射，刚好三颗，而且还会自动把手臂压紧，威力好强，射一发就解体，失败。换牛奶雷神的背包，这个先拆掉，可不可以呢？哎呦，可以放进去耶，而且手臂还是自动压紧的，肩胛骨被打得好开，但是有点松，试射效果。哇，射两发就弹开，还是失败。这个肩胛骨太有个性了，不给装。威力还不错，弹簧的部分首次采用两根的设计，效果是什么呢？难道是回弹速度？还好没有差很多，看来是致敬这台弹珠人的造型而已。对了，海神的珠体跟瓶盖人概念机一样，都是绝美的透明色，海神的比较清澈，概念机的透明有点雾，帮他换上牛奶雷神的装甲超帅的，绿色装甲给异色版风神装了，海神变成海草了，搭配插入武士也是海草配色。接着来挑战龙王标靶，要先把龙王打到停下来，再射掉上面的标靶才算挑战成功。挑战开始，哇，来来来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换边换边 ，Hello， 帮你转一下，很好，来来，射，结束，射，结束，最后一发，哎，哇，没打中，标靶打下来还是没中，哇。挑战成功，谢谢大家。